你分得清梦境与现实吗？情网之灵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啊？目前没有一款游戏模式可以定义它。 有兴趣为险要工作吗？之前的梦。今晚，我一定会让你想起我是谁。为什么这一刻，好像曾经发生过？等了3年，今晚。 我们终于可以每天在一起了，林子。今晚，那有什么办法能快点唤醒他的记忆吗？我为什么会被困在自己的梦里？我相信你出去的，希望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，全是假的。你听说过双缝干涉实验吗？危险！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在我的梦里。今晚，待会儿见。